还没睡呢。你回来了？你怎么了？胃有点不舒服。你先坐这儿，你先坐这儿。哎，你胃疼？没，有点不舒服，没事儿。你是不是今天又没按时吃饭啊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健康最重要，工作不要这么拼命。没事，没事。是没事，你等我一下。那就好。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过来，给你冲一包。你先过来。我给你冲一包去吗？不用了，好多了，缓一下就好了。没事。你今天去见何何怎么样？买的东西都给他了吗？见我甭提有多高兴了。哎，血缘这东西真是奇妙，什么时候见我都不认识。当时吵着让我带他去游乐场，他喜欢那游乐场里面那娃娃，嗯，我恨不得当时把全世界最好的娃娃都买给他。哎呀，之前陪他陪的太少了，今后好好弥补吧。好点吗？嗯。哎，你说你最近这么忙，咱还有时间去订那个房子吗？不然往后推点。凡凡，嗯，我先把那房子给退了，你觉得呢？我怕何何那后面又要用钱，我这边又没赔上，后面就指望那骨髓库了。哎呀，这样一来那治疗期间的费用又要增加了。我去给你冲一把。我有什么可以做的？你不是今天有课吗？有课，马上走。你上去陪一会儿妈，我走了啊。哦。我送你去坐车吧。好。装好了。一诺。嗯。你怎么用你的卡交的钱啊？什么你的我的，不都是咱们的吗？我的银行卡和存折不都给你了吗？你怎么一分都不用？我这不自己卡上还有吗？先用着呗。一诺，我从来不问你的积蓄和收入，但这不是小数吗？这次的治疗费你交上了，那下次呢？下次何何的住院费和治疗费，你的钱还够吗？如果够，那再下次和再下下次。这何何的治疗过程比我们想象的都要艰难，都要长。你一直这么要强的话，那要我有什么用啊？知道了，我这不还够，就别担心了。我们是夫妻，任何事情一起面对，有钱一块花，有难一起扛。我是你老公，是个爷们儿，这一切我应该承担的。记住吗？你是怕我爸妈和我姐不乐意，怕他们说闲话是吗？没有，爸怎么对我，妈怎么对我，他俩怎么对何何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姐虽然嘴上不饶人，但是心肠好，我知道。那你是因为我不是何何的亲生父亲，你觉着我对何何还不够好，我没把何何当亲生女儿。你说你这人多爱胡思乱想，还老说我胡思乱想。
你明明都知道不是这样的。白血病儿童，你看这个干嘛呀？嗯，哎，你上次跟金姐去采访的那个医生是哪个科室的？神经外科，怎么了？没人吗？